鱼的形态我们见过很多，但斑点管口鱼你一定没见过。它整体就像一个软水管，身体颜色丰富，浑身还布满斑点，长得十分奇特。因为过去很少见过这种鱼，所以斑点管口鱼被不少人称为世界上身体最奇特的鱼。它们体长在40至80厘米，最长可达100厘米，头和吻的长度约占身体总长的1/3，主要分布于西大西洋的沿海地区，在中国基本上看不到。据了解，斑点管口鱼喜欢生活在水深0.5到30米的地方，长栖息于珊瑚礁丛中，以突袭的方式捕食，吸食小鱼或者小型甲壳类动物，有时也会混进较大的鱼群中进行浑水摸鱼，吸食鱼群中的小型鱼类。因其有趣的体型和捕食方式，使得它们也是水族馆中最受欢迎的观赏鱼之一。本期的世界之最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哦。